我准备了，好，三二。哇哈哈哈哈哈哈！一人出游，对啊，横膈膜已经噼里啪啦了。对。九九的奥运会有拿过冠军，贝贝又来吧啦，胖凤凤啊！吃完烧肉又来这一杯哦。乐群三路的烧肉绅士，吃的是一个流行，吃的是一个时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里会吃到现在当红的保养品，而且是大小 S 代言的哦。看，还有一个这样子的沙发区哦，大家都喜欢。在这边吃烧肉哦，一种是鸡翅菜，一种是肺肠菜。今天试的是2599。我的牛，然后搭日本红牛又可以搭，这有点像瘦肉的后切牛舌。这只有后段，最短的四片而已，就是1.5公分四片。四片要切1.5，可能还切不到四片啊。哦，我觉得特别好吃。四片最。不止一根舌头啦，后切牛舌，很好玩。酒还没有喝，就已经先喝解酒药了。这个是澳洲和牛后切的横膈膜，所以这边还能用碳，无限战。这整条路，和牛的奥运会有拿过冠军，彩妆，它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牛，吃起来带有牛舌的甜味跟肉质的香气。然后，来，我们就用这个双生刀的顺序给大家。最像米其林的米其林，而且六嫂也好年轻哎。有四川经验哦，所以呢，在寿喜烧里面放了花椒，这也是很独特的做法哦。就很便宜的那种道地寿喜，来吗？宫崎 A5 的日本牛，安可它已经冒烟了，好油哦。没问题的，已经开始燃烧了哇！我翻面的时候，它油花有点像跳舞，其实蛮好看。我准备了，三。花鸡的烧肉就是爱安那些花鸡，喜爱那样。嗯，火烤的味道，它其实美纳反应，好香哦。美纳反应在所有的要看东西肉的话，在130度它开始变色，开始产生味道。嗯，所以美纳反应只要够好的话，它其实肉熟也不会太熟，这样子其实口感刚好。他是真的很喜欢用的，剥皮辣椒。虽然说他在相信大 S 有用，但他一个月用50瓶。大 S 一个月好猪来了。这个我们要做一个特别的做法。就好猪可以这样子切的厚厚的再烤。和牛松露玉子烧天津饭哦，这个秘密的料理哦，来是麻婆豆腐哦。胶原蛋白饮做的水蜜桃果冻，好。这个 Casper 这个名字真的是这边就有红烧哦。所以现在就是一起，他帮忙，他有很好的资源。怎么搞的？还没有喝，感觉就年轻了。阿亮是台中杀戮人，那他是跟我合伙，就是在干杯的时候，我们就是 partner， 所以后面就是大小 S 啊。